就係要solve一個 x 加3 over x 等於4啦，做法係咁，咁啊 x 加3 over x 等於4咧，咁啊左右兩邊都乘個 x 就會出到 x square 加3等於4 x， 跟住我哋將個正4 x 咧掉過去減啦，所以 x square 減4 x 加3等於0，然後再因式分解啦 ，x 減1乘 x 減3等於0。 都出到 x 咧等於1，或者 x 咧等於3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 for dot 啦。